就算他是清白无辜的，倒也不能反咬一口啊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或许相爷为人也未必如你我所见的。文大人平时最看不惯相爷飞扬跋扈，怎么今日……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出发了，告辞。 才想走的吧？多月姐，我们可是找了你半天了。你苏婉文大人一直不回府，你就不怕相爷担心你吗？连你们都记得，我不开心的时候会来这里，他却把自己说过的话全都忘了。你还在生小叔的气呢？小叔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的。啊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秘密啊？我发誓。 我对你真的没有任何隐瞒。其实我也觉得，冯熙并非存心加害文大人，他或许另有安排呢。可是，他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？相爷他不愿意说，你这样想下去，不也是自寻烦恼吗？而且相爷每次瞒着你，不都是为了你好啊？嗯，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再操心我跟冯熙的事了，聊聊你们自己吧。 冬月姐和相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，什么时候才能消停啊？是啊，还是像我们俩这样最好，没有那么多爱恨情仇，简简单单的都开心啊。瞧把你得意的，我们才在一起多久啊？以后的事情谁说了准？这有什么说不准的？我才不会像小叔那样呢，什么话都放在心里，我有什么话都会告诉你。 我看你没少跟你小叔学坏心思。这么凶，看来当初教你武功就是个错误的选择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其实吧，我是说，我这些坏心思也不完全是跟小叔学的。男人不坏，内在机关。 等等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在卢川最新一期的小杂刊上找到了一个趣闻，特地来跟你分享一下。什么趣闻？你看，话说有个身为右相的大男人，为了心仪的女子，竟然在胸前纹了一朵花。 这次你又编了个什么故事啊？怎么是我编的呢？如果你不告诉他，卢川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再说了，这冬青花的故事又岂能公之于众？我专门找人在这胸口上刺了冬青花，就是为了时刻把你放在心上，怎么会骗你呢？你胸口的冬青花。
是你专门找人刺的？啊，怎么了？别人摸我，你不开心呢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胸口的冬青花，真的是你专门找？ 冬青花，此情我怎么没有记下来呢？我怎么没有记下来呢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失望，没想到却把你伤得更深。 是你吗？你来看我了。我记得你的名字是由这冬青花而起。我不知道我遗漏了多少关于我们的记忆。如果我不能记全的话，你会不会再一次的离开我？那就让他离开好了。 是你，冬月放弃你多少次了？为何你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？他从未放弃过。
相爷，我知道你在书房。雨柔想当面和你告别，求相爷见我一面好吗？相爷。 母妃，明氏的列祖列宗在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如今大业将成，相书已到，所有队伍齐，我们明家的人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到时候，我会用您送给我的礼物，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。 大乐，叫你不老实，旧伤又复发了吧？该换药了。你还有心思给我换药呢？你又在说些什么胡话？你不是要忙着照顾那个小丫头吗？文心啊，文心她有卢大人照顾啊。哼，你和卢大人轮番的照顾她，哎。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是一家三口呢。哎，你有伤在身，还起来偷看啊？我这身上的痛哪比得上心里的呀？嗯。哎，疼疼疼疼疼疼！你是要了我的命啊！疼，疼吗？疼，疼吗？疼！住手！疼！住手！ 我和卢大人是兄妹关系，你以后少吃这种干醋，不然有你受的。你当初还不是把我当弟弟吗？哼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你和卢川，结拜为兄妹，我就信你。啊？道了兄，你这一大早弄什么结拜啊？怎么，紫渊姑娘肯把你当做兄长，你还不领情啊？快开始，跪下。刘川，你就配合一下吧，啊！快点儿跪下，跪下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哎，你先别跪，慢点啊。 开始了啊！来，跟我念：我卢川、紫渊，虽为异姓，但既结为兄妹，今后有福同享。
我陆川，虽为异姓，但既结为兄妹，今后有福同享。乐必同乐，虽不同生。哎，等等，不是有难同当吗？嗯，闭嘴！谁跟你有难同当？虽不同生，天地作证，山河为盟。 乐必同乐，虽不同生，天地作证，山河为盟。我怎么觉得这么像拜天地呢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来，喝了这交杯，呸，喝了这结拜酒，你们就如同亲兄妹一样。 左兄长的要处处让着妹妹，只可远观，不可逾矩，不可多言，不可……等等，为什么做了兄妹比做朋友还疏远啊？少废话，快喝！行了，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谁收拾啊？ 说了做兄长的要处处让着妹妹，当然是你了。啊！冬月姐姐，我收到爹爹的信，他会回来了，我去接他。放心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 文夜来信说，在蒙山郡发现了福远山藏的降书，还想方设法拿到了降书。如此轻易得手，会否有诈？也不知道这降书是真是假，还是先让他把降书带回京都再说吧。你去这信上写的地址，接他。 嗯，哎，小姑娘，嗯，这回京的车马都是从这条道上过来的，你就顺着这条道一直走就可以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好，那你路上小心喽。嗯，谢谢大叔。哎，好嘞。 冬月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那我进去了啊。
肯定又去找那个小丫头了，这么大的事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？文言拿到降书了，嗯，那就送文大人一程。 知道我的来头，还敢顽抗？哼，论来头，还轮不到你夸口。上！既然太子的人到了，降书应该安全了。 降书交出来，左相果然一直欺瞒殿下。上。 是坏人，他们要把爹抓走。文心，你在里面好好待着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好。撤！撤！
文大人，不用我们动手了吧？把降书交出来。降书在跑的路上已经丢了。求大人，方小人一条生路可否？我看文大人坐在这儿一动不动的，还以为你把降书藏起来了。 绝没有，小人只是腿受伤了，行动不便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绝不敢隐藏降书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就送大人一程。 干得漂亮！太子殿下这个傻子，说什么啊？没有我的人，只有他的人，就连老夫我也。陛下仍健在，他竟敢，好似他已经登上了龙位似的。走吧。
清晓，清晓，清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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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清晓也死了，你怎么解释？难道你真的相信，道乐杀了他们二人吗？还不让剑穗放在尸体上，用这种手段嫁祸于我，未免太儿戏了吧？你派人半路拦截瘟疫，劫取降书，如今瘟疫和我派出保护他的清晓皆已身死。 我问你，你究竟如何解释？若不是我在人丛中阻拦，你怎知文烨手中是货真价实的降书呢？若不是你处处猜忌，我和文大人何苦演这出贪污被贬的大戏？一来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二来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拿到降书，再借由你的手交给陛下。
妈嫌今天死的人不够多吗？